张慧姐那个咖喱咖喱浪屌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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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大家。一晨慧，你从早到你也是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在，会不会真的很辛苦？不会啊，我非常爱我的工作。You love your job。其实最重要是，表演完就好。我表演完就，因为我毕竟有苦练了三个星期，要唱别人的歌词，其实还不容易的。But you did it。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对，你有看到我吗？有。You are the best audience。谢谢我真的很开心。Yes, I'm an international host. Yes, we can talk in English. Yes. And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my hosting? Which part is your best? 非常好。那我嫌一个东西，我嫌你的可能蹲得太低了。就是那个正位。就是那时候的梦想。太正位。会有点辛苦。对，我在打地基呢。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关的太，不要留意到，因为我看 dancer 都不是这样，舞蹈员就是在可能旁边这样，那你就，好像我今天也失准了两个地方了，听不出来，有两个，有，是杰伦那个是，我为什么分开还要我迁就着你，对，为什么我有点伤。该走突然有一个紧张，就突然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我通常错是他有那个歌，有一瞬间可能忘了一个什么，我就瞄了一下。我被咖喱浪了掉，和我陪你唱当跳。张慧姐那个。咖喱咖喱浪屌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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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特别感谢小霞姐，她就很好，每一句都录五遍给我，所以我就听了很久，也不断听二姐的原版。红酥棒火烤，林心啊加五棒。这会不会想要赶快来发布一下？没有，其实已经做好好几首单曲了，有在做一个单曲，是为了演唱会的，但演唱会还没公布，所以还不能说太多。今年，非常有机会。只能这么说。这些年有想过，如果真的要做专辑的话，可能要做一些跟不同的人合作的专辑，做有趣的、好玩的事情比较重要。可以说一个，比如说，之前看到杰伦跟阿妹有一首，不该那首歌，我真的很喜欢，所以自己会觉得，我一直要找，都可以啊。其实有跟阿妹有说过，只是看机缘吧。蔡依林的专辑我真的是听了很多次，那也可以跟阿妹合作。也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当我自己还有价值的时候，应该拉多点线，拉就互拉。这部电影就在讲这个，我们就是那演艺圈的乱源。乱源。我们现在要先来进行一个包水饺 PK 大赛。你们洗手熟了吗？有洗手熟。你们怎么那么快快啊？水，刚刚不是很慢慢吗？你们怎么那么笨笨啊？这么好吃，很腥。酱很好吃。对。你这个很饿啊。酱好好吃哦。对不对？好大这个酱哦，切成好吃。这个酱，更好吃哦。